是台上的位陈双林高中部，拜托大家，那这个电话面条，请支持我高中部。乡亲时代来服务，我唔爱无选乡长，我嘛无参人，个人交换些利益，啊嘛面对所有的支持者，我嘛要大家讲，做乡长四年，我全力以赴，我一天会当做几多工量，我时时刻刻关心我乡长所要做的代志。因为我发觉一个乡镇真侪问题需要中央来斗相共，尤其沿海地区，啊，尤其咱未了是台塑六轻的所在地，迄是全台湾经济发展上界大的一个乡镇。我唔甘迄个乡镇伫产值遮尔大个乡镇，但是无随着产值经济遮尔大个乡镇，无随着安尼来发展。希望进入中央立法院，会当用国家搁较侪资源，予即个不公不平的沿海的大森林地区，无得到政府的照顾。未来啊，进入国会，我就会认真去拍拼十一乡镇，尤其沿海啊农业、渔业的每一件的大大小小的代志。想讲，咱若无影这种代志吼，人讲话是随在讲嘛，袂要紧啊呐。我的人会足想讲讲，会共骂我前食只团，我也袂骂人，我也袂唔捌共骂骂东骂西，我拢点点也是想讲人讲做人讲，已经咱有影做代志哦，一定会出现啦。哦，啊你若有影做，你得哦，你搁安怎讲嘛是共款啦。啊，咱若有影做问题，咱着心理上家做好就好，啊，其他人讲做人讲，你遐做人，你敢会当去共叫人骂讲？感恩人是会捌吼，但是在人讲迄位会搁会中伤啊。你对即个选举，你有啥物要甲鼓励无？啊，着鼓励快咧，为恁吼，恁在大家鼓励较有效啦，干那我鼓励嘛无法度。